耶耶耶耶！蚌埠有个徽州宴，遛狗吓人还不算，全网视频都刷遍。小伙，我给你念一念，女老板和她的狗，狗扑一个小朋友，吓得小孩浑身抖。为了这事出大仇，家长一看这场面，要求对方道个歉。老板一听把话言，小孩没我狗值钱，谁要敢动我的狗，让你小孩死我手。几千万我大把有，有钱有势狂张口，小腰一插头直咬，龇牙咧嘴就是好，丢人不把好日瞧。众多网友被惹毛，养的宠物比人强，胜过人家小儿郎。天狂以后必有雨，人狂如你天自离。这一下可倒好，网上疯传不得了，记住枪打出头鸟，说不定你哪天倒。有钱素质要提高，做人别傲别骚包，哪天不顺天自你呀，一夜回到那悄悄。遛狗与徽州宴，说说后续大事件，老板出头又露面，各大媒体声道歉，可让老公做了难，又是抑郁又失眠，一下亏损多少钱，预定宴席全退完。这是家人挺着急，冒出个外孙来解谜，外孙直播来话题，想尽一切护二姨。挺珍贵这条狗，70万才买到手，要怪二姨太富有，这话真能说出口。家人越聊越真黑，不停补刀把怨给我，家二姨就有钱，仇富心里个个有，酒店开得大如天，劳动合同没有钱，税务问题面啥先，想象这事不一般。虽说难免都犯错，说话属实有点过，只为嘴头这一乐，惹下不该惹的祸。做人不要太嚣张，深藏低调别太装，不分是铁还是钢，早晚一天得遭殃。女人被拘关三天，绝不道歉睁大眼，出来不会再道歉，意思就是没有错。好。